真的太梦幻了，冰雪世界，天空很多色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海尬猴，我是 ET 旅游小达人吴一鸣，今天很兴奋，而且有我们的吴老爸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北德拉曼山的登山口，出发 ，Go！900公尺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发现，应该是冰线吧？都是雪，1200。我们现在到了回音谷，树上都结冰了。脚会冻，有点那个冷。树上都结冰了。我们到了休息区。下路，等一下我在从这边去凉水。看，现在这边那个树都结冰了耶。摸一下，好奇怪的触感啊！太糟了。妈的，现在手紧抓的暖暖包不放。好夸张啊！各位，真的太梦幻了，好夸张哦！冰雪世界。漂亮的景都顿时都忘记那个冷的感觉，真的，真的，每道都忘了。我的头发都是，感觉很不像在台湾，很像到了什么北海道的感觉，真的很漂亮哎。而且这一座山不是每个时候都会下雪下成这样。机会很难得。耶！耶！我的头
不然都结冰了。好像那里很传奇的，耶！我们到三焦店了，现在位于1749公尺处，完成。我们今天挑战内鸟嘴山，这个是终极的山。然后一开始走起来很陡，但是看到美景就觉得一切都不累了。真的还好，这次有这个冲动，然后马上冲来内鸟嘴山，超级值得的。今年不能出国吗？然后刚好今年又比较冷，有机会一定要来看。